10年前的今天，爹，娘，我要与你们报仇。对我来说，是个噩梦。今日之事，你不可与第二人提起。我想选你做我的传人。你可知道？背师偷艺，乃是我青云门中大忌。究竟何物才能发出如此冲天煞气？当年魔教之宝，嗜血珠现世。嗜血珠与摄魂棒，竟然同为祭品，都要归我鬼王宗。金珠已经在路上，把张小凡带。凡是与魔教有纠缠的弟子，投以死刑，绝不留情。随我下山。我不走。张小凡和魔教脱不了关系，我自有安排。此主没有你的心智，迟早会变成我还藏伤的大魔头。除掉他。连你也要杀我？天下苍生。